新兴科技的发展，你只要稍微不慎，一没有跟上，你就没了。那最好的例子就常讲大润发在中国，他做了几百个店啊，生意非常好，获利也相当不错，他就低估了虚拟购物、阿里巴巴淘宝网，特别他的双十一创造个2000多亿的一天的人民币的营业，将近1兆台币。当他自觉的时候，他也投下10几亿，想做网络购物，但终究来不及，而且营业额越来越低。在龙卷风暴之下，大部分都给这些先进优势吸走了。最后，他打了75折的股价卖给了阿里巴巴。所以他的董事长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打败过所有的对手，但我输给一个时代的。”